来个刺身五件套，来个三文鱼。来个椒汁鸵鸟蛋，一个蛋三斤重，掰开看一下蛋黄，哎，哇，里边还在冒烟，先把它的青给它掰开一下，晾一下。跟鹅蛋的味道一样。
卡了一下。味道跟鹅蛋如出一辙。噎到怀疑人生，来放着吧，拿走。准备两碗料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来个水晶腊肉。